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为什么防弹衣没有皮肤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毕竟头盔和背包都有皮肤，那为何防弹衣没有呢？因为下面这两个原因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玩家很难见到。由于游戏里套装的特殊性，导致即使穿防弹衣，也会被套装隐藏，玩家只有在穿单件衣服的时候，才能看到防弹衣。然而现在好看的视频，基本上都是套装。因此即使出了防弹衣皮肤，也很有可能卖不出去。二，不美观。即使是穿单件衣服，防弹衣套在玩家身上，基本上就像个背心那样，非常不美观，玩家根本就搭配不了，看上去会非常奇怪。再加上出了防弹衣皮肤之后，可能还会影响套装的销量，光子明显不想赚这些钱，即使出了大概率也会吃力不讨好，还不如多出点套装，赚的钱会更多。小伙伴们，你希望拥有防弹衣皮肤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